欢迎参加环球健美在线胸部塑形操。饱满挺拔的胸部是构成女性身体曲线的重要因素， HBL 胸部塑形操能帮你塑造胸部肌肉，增强胸部的紧实度，防止胸部下垂外扩，重塑胸部曲线，令你尽显女性魅力。持规则，适量的运动配合合理的饮食，会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一，每日摄入1600至2000千卡热量。二，运动前2小时吃一些瘦牛肉，或是鱼，或是鸡脯肉，搭配已煮的大米或者豆制品。三，运动后30分钟吃一根香蕉，或是杏干，混合干果或是一杯葡萄汁。四，运动后1至1.5小时吃点瘦牛肉或者鱼等海产品，或者是鸡脯肉，搭配已煮的大米或是豆制品。五，临睡前1小时喝一杯脱脂牛奶或者酸奶。六，一天进餐5至6次，可以在正餐之间进食。七，多吃煮的食物，不要吃油炸食品，油炸食品的脂肪含量很高。八，请记住，如果你想达到最佳的效果，要进行规律的锻炼。热身练习，在开始运动之前，请做热身运动，两腿打开，手臂叉腰。头部向左、向右、向前2次，活动您的颈部。肩部向上抬起2次，一手臂向侧延伸，换另一边。活动您的手腕，手指向上，手臂打开，拉伸胸部肌肉。双手向下弯曲2次，做手臂绕环，活动您的背部和手臂。下蹲弓腰，两手臂向前延伸，活动您的身体。两手身后相握，向上抬起2次，下蹲2次，继续活动您的身体。下蹲时，两脚两膝盖向外打开，背保持平直。手臂向上吸气，还原呼气。侧弓步2次，身体下压2次，换另一边，活动您的腿部肌肉。
diamonds in the fast lane flossing. He said, how much it cost me? About $1 million.两腿并拢，一腿弯曲，一腿伸直，身体前压两次，手臂向上下蹲两次，换另一边。胸部练习，为了加强胸肌需要注意三项：集中、检查和收缩。训练时应该完全集中在运动的肌肉上，注意动作的幅度和速度，做得越慢需要支撑的肌肉越多，您越用力收缩肌肉，取得的效果越明显。第一个练习是蝴蝶，请和我一起准备好健身圈。两腿打开，把健身圈放在肩上，胳膊肘弯曲，平端，收腹，挺胸，双手向内压圈，还原。我们开始做第一组12次。注意压圈的时候胸部肌肉收紧，压圈时呼气，还原时吸气，呼气，吸气，胳膊肘保持平直。把健身圈放下，放松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健身圈，准备好做第二组12次。开始吧，呼气，吸气，呼气，吸气，胸部肌肉用力。把健身圈放下，放松，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健身圈，准备好做第三组12次。开始吧，呼气，吸气，胸部肌肉用力。把健身圈放下，放松，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健身圈，准备好做第四组12次，开始吧。注意压圈的时候胸部肌肉收紧，压圈时呼气，还原时吸气。
把健身圈放下，放松，拉伸胸部肌肉。第二个练习是仰卧推举，请准备好两个5至10公斤的哑铃，拿起哑铃躺在卧推架上或地板上，两腿弯曲，两手弯曲，胳膊肘向外，后腰紧贴在卧推架上或地板上，手臂向上推出，还原，手臂伸直时胸部肌肉收紧，还原时胳膊肘向外和手臂保持平直，两腰不要离开卧推架或地面，手臂伸直时呼气，还原时吸气。放下哑铃，放松，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哑铃，准备好做第二组12次。开始吧，注意手臂伸直时胸部肌肉收紧，还原时胳膊肘向外和手臂保持平直，后腰不要离开卧推架或地面，手臂伸直时呼气，还原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放下哑铃，放松，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哑铃，准备好做第三组12次。开始吧，呼气，吸气，胸部肌肉用力，后腰不要离开卧推架。放下哑铃，放松，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哑铃，我们开始做第四组12次。开始吧，注意我们的动作要领，呼气，吸气，呼气，吸气。放下哑铃，放松，拉伸胸部肌肉。
第三个练习是仰卧屈臂上拉，请准备好一个10至20公斤的哑铃，拿起哑铃，躺在卧推架上或地板上，两腿弯曲，双手握住哑铃手柄，胳膊肘向前，手臂微微弯曲。准备好，我们开始做第一组12次。两手向上移动，至胸部上方，还原。注意，肘关节不要外转，手臂向后移动时吸气，还原时呼气。手臂向后时，胸部肌肉拉伸，还原时胸部肌肉用力，胳膊肘保持不动。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放下哑铃，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哑铃，请准备好做第二组12次。开始吧，注意肘关节不要外转，手臂向后移动时吸气，还原时呼气。手臂向后时，胸部肌肉拉伸，还原时胸部肌肉用力，胳膊肘保持不动，后腰不要离开卧推架。吸气，呼气，胸部肌肉用力。放下哑铃，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哑铃，和我一起做第三组12次。注意胳膊肘微微弯曲，保持不动，肘关节向前，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胸部肌肉绷紧。放下哑铃，拉伸胸部肌肉。拿起哑铃，和我一起做第四组12次。开始吧，注意动作要领。
放下哑铃，拉伸胸部肌肉。背部练习，日常生活中您更多的是运动了身体前部的肌肉，因此背肌经常是不发达的，这样容易导致驼背。我们的目的是均衡地发展身体各部分。请准备好健身圈，不需要绑带。第一个练习是仰卧屈臂，将圈放在腰下，平躺在卧推架上或厚一点的垫子上，双腿弯曲放在上面，手臂伸直握住圈，准备好做第一组12次。手臂向下拉圈，还原，注意手臂向下拉圈时肩胛骨并拢，胳膊肘向下，背部肌肉用力。还原时手臂伸直，手臂弯曲时呼气，还原时吸气，呼气，吸气。坐起来，放下健身圈，拉伸背部肌肉。拿起健身圈，准备好做第二组12次。手臂向下拉圈，肩胛骨并拢，背部肌肉用力，还原，呼气，吸气。坐起来，放下健身圈，拉伸背部肌肉。拿起健身圈，准备好和我一起做第三组12次。开始吧，胳膊肘向下，肩胛骨并拢，背部肌肉用力，呼气，吸气。坐起来，放下健身圈，拉伸背部肌肉。拿起健身圈，准备好和我一起做第四组12次，注意我们的动作要领。Thank you.
坐起来，放下健身圈，拉伸背部肌肉。第二个练习是前倾屈拉，请准备好两个5至10公斤的哑铃。拿起哑铃，两腿打开，手臂垂直向下，身体前倾，收腹后，后背挺直，开始做第一组12次。手臂向上提起哑铃至肋骨的位置，还原。注意，手臂弯曲时，肩胛骨并拢，胳膊肘向上，背部肌肉用力。还原时手臂微微放松，上半身保持不动。手臂弯曲时呼气，还原时吸气，呼气，吸气。放下哑铃，拉伸背部肌肉。拿起哑铃，我们一起做第二组12次。开始吧，手臂弯曲时肩胛骨并拢，胳膊肘向上，背部肌肉用力。还原时手臂微微放松，上半身保持不动。手臂弯曲时呼气，还原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手臂向上提起哑铃至肋骨的位置，然后还原。放下哑铃，拉伸背部肌肉。拿起哑铃，我们一起做第三组12次。开始吧，注意背部肌肉用力，手臂弯曲时胳膊肘向上提起，上半身保持不动。呼气，吸气，放下哑铃，拉伸背部肌肉。拿起哑铃，我们一起做第四组12次。开始吧，注意动作要领。放下哑铃，拉伸背部肌肉。姿态优化。
通过下面姿态优化的练习，可以帮助你纠正错误的背部姿势以及不良姿态，不仅可以使你更挺拔，而且可以提高你的姿态表现力。准备好坐在垫子上，手臂弯曲放在肩部，胳膊肘向下，背部保持挺直，收腹。胳膊肘向上抬起，保持平直，肩部向后，肩部和肩胛骨向下，还原。胳膊肘向上抬起，保持平直，肩部向前，肩部向下，还原。站起来，两腿打开，身体前倾，手臂向下伸直，后背前挺，手臂打开，向上抬起，双手向下分别抱左右肩胛骨，手臂抬起时肩胛骨并拢，手臂弯曲时肩胛骨打开。两腿打开，身体直立，两手向前伸直，肩部和肩胛骨向下，手臂交叉，胸部肌肉收紧，还原。左右手替换交叉，注意手臂伸直和肩部保持平行。手臂下垂，甩手放松。放松练习。体育训练之后需要做深拉放松练习，为了肌肉更快恢复。其实深拉放松本身就是一项很好的训练，多亏了它，肌肉才变得更加有力坚实，姿态得到了改善，关节更加灵活。坐在垫子上，准备好调整呼吸。左手压右手，拉伸胸部肌肉。I stay out late at night and play my songs. 换腿换手，继续拉伸。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肩上，分别向上拉伸。I touch your face.
还原。I see your dreams that drift up to the sky. Then she wakes up to my kiss, and I say it's alright. And I hold her tight.弓腰弓背，拉伸背部肌肉。双腿并拢，转向一侧，手臂做环绕，换另一边。双腿并拢，膝盖打开，身体向前拉伸，还原，向上拉伸，还原。What calls me on along this lonely road? Why don't I turn around and head back home? Where I belong. 两腿打开，伸直，身体慢慢前压。还原，拉伸大腿内侧肌肉。I'm torn between the things that I should do. She deserves it all, and I'd give it if I could. Gotta love is true. 两腿弯曲并拢，转向一侧，手臂向另一侧拉伸，还原，换另一侧。跪撑在垫子上，身体向后坐在脚跟上，还原，一腿伸直向后拉伸，还原，身体向后坐在脚跟上，还原，另一腿伸直向后拉伸，还原。调整呼吸。感谢参加 HBL 的胸部塑形操课程，再见。